根据最新一期的 Tekla 杂志公布的名单，台湾的基隆庙口夜市与泰国安帕瓦水上市场、旧金山农夫市场、意大利佛罗伦斯中央市场等另外19个全球知名市集同时入选世界20大名市集。杂志认为，基隆庙口夜市充满活力，并且聚集了台湾传统美食和小吃，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。庙口夜市拥有超过200个摊贩，营业时间更是一直开放到午夜过后。